它跟这一个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目前是没有这个药物以及疫苗之后的防疫措施会产生这个所谓的致命性的这样的一个新冠肺炎。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致死率从3.4%增加到5.4%，这个数字呢，就是当时武汉这个沦陷之后的一个数字，完全是一模一样。在武汉的这个肺炎的致死率，当时就是这么高。那这个东西呢，我想就是说，让大家呢，觉得为什么这个疾病对大家的威胁这么大？那所以呢，我们在过去几周里面也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如果今天对于这个新冠肺炎，除了疫情的防疫，阻断它的感染以及阻断它的这个确诊病例的增加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要阻止重症的发生，以避免要死亡。那全世界的国家呢，也因此呢，在这两个权重之下呢，分别展开不同的防疫措施，以及它的提前部署对于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对于死亡的减少，在全世界国家里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说从几个两三个礼拜前，我们就一直在讲，就是说这个新冠肺炎带给大家的，除了全世界的世界流行的大感染之外，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在致死率上面会有国家之间的差异？如果它是来自于同样一株病毒，如果它是来自于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感染源，那么它感染的人种不一样之后，是不是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而致死率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呈现。各位可以看到左边的意大利，我们知道它的沦陷。那么大家都知道，除了我们知道的提前部署不足之外，造成医疗资源不足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死亡之外，是不是还存在有种族之间的差异？是不是还存在有今天不同的这个感受性之间的差异，或者是不同族群之间对于新冠病毒的免疫力，以及感染群众的不同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在新冠肺炎上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未知问题。所以呢，我们需要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础医学也好，临床医学也好，以公共卫生的措施呢，大家专业呢一起来努力呢，来解决，来减低为什么今天在致死率会有这个国家之间的差异，除了在医疗资源以及我们已经存在的这个所谓的健康体系照护不经营的情况之下，它是否还存有其他的差异，这是值得省思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我们知道的德国以及这个韩国呢，基本上来讲，这两个以这个全面筛检的国家看起来，致死率仍然是属于低的。也因为致死率的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呢，造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新冠肺炎的这个所谓的全球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损失的评估，过去我们以来，台大工会站在我们的专业立场上面，一直以大力的方式来跟大家报告健康人员的损失。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一周，我们可以看到损失呢，已经成这样的一个倍数成长，126亿的美金。那到达今天下个礼拜，我们预测它将会变成264亿的美金的这样的一个损失。而这个损失呢，对于全球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重击。那么也会对于所谓的后续，所谓的经济以及后面的这个社会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呢，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全球在整个国际疫情上面，我们认为这个它的这个的流行的威胁呢，仍然是存在。除了流行感染的扩增之外，那么对于死亡之间如何能够做到死亡致死率的减低，让致死率可以在我们的5.4%之下，那么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平均的2.5%之下，甚至于更低，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未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认为在整个这个所谓
能够消逆，能够追求健康，能够不要影响经济。那我想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所谓的这个最后的 SDG 的 component 叫 partnership， 也就是说大家如何能够同心协力来跟大家谈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措施。好，那么这是整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全球目前来讲它的这个这个礼拜我们跟他讲的第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新冠肺炎所造成的致死的减少，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努力来促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一个这一周上一周以及这一周开始台湾如果有能力跟其他国家共同在国际上实施人道救援，去解决新兴国家所发生的这些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的这样的一个蔓延。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当这些世界大流行在做的同时，为了减少这些重症去花很多的医疗资源，阻断感染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在前几波的这样的一个的这样说明会里面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说其实大家所采用的最古代的古文明的方法的隔离跟检疫是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可是隔离跟检疫呢，它做的同时它必须要有配套措施。各位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天在一个以3000个人为目标的3000到5000人为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社区流行的坡看起来，如果在第一波流行之后，我们常常讲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阻断第二波的流行，那么就是今天欧洲跟美洲沦陷的最容易看到的一个后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实施的隔离跟部分隔离以及全面隔离，我们的效果事实上是在减缓流行曲线的进行，来减低流行曲线蔓延，来这个减缓它的这个蔓延的时间。那么各位可以看到红色的线是我们完全没有措施的第二波流行。如果我们给 50%、70%、90%， 我们事实上是买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所有的时间来争取我们的时效。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看到的减害计划，以及我们等待更长时间的这个抗病毒药以及疫苗。这个是一个在我们防疫上非常重要的观念，也是一直大家在问的，就是说到底流行病的高峰在哪里，到底今天我们还有多久的时间才能等待恢复成刚才院长讲的新的常态生活或者新的生活。那么答案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今天流行波是采部分隔离的方式，那么它延长的时间自然是要拉长。那么拉长的时间呢，其实它要把这个小波流，把这个流行波把它阻止掉，那么在最短期的效用里面，你可以利用减灾计划，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所有的演技，所有的这个社交距离，所有的我们有关于这个拉开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的接触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空间，以及我们的个人保护措施，以及我们的这个消毒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消毒的这些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在减害过程中间呢，可以让这一个低的流行波的曲线消失，而让流行不要发生。这就是今天台湾目前所得到的，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结果，在清明节之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台湾目前在做的。那么中国大陆用的方法就是下面所谓的绿色曲线，所谓的前面阻截前面隔离这种方法呢，在我们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民主政治国家来讲呢，是比较困难的是比较困难的。那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中间，其实我们是在阻断这个第二波流行它变成
佛系的高峰而牺牲掉很多人产生健康不平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如何能够不用我们目前所谓的隔离跟检疫的方法配套我们的减灾计划，来消除我们的延缓的传染波，来让这些传染波不要产生很高的传播力，而让它呢渐渐消失，而让这一个所谓的这个社会以及全世界能够恢复到正常生活。而这个东西呢，它必须是看每个国家的进行的防疫措施来决定。那么会从所谓的这个一个月一直到三个月的不等的情况之下来跟大家共享啊、来跟大家这个来产生我们所谓的最后看到流行波的结束啊、那目前来讲，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复习，也就是说目前对于整个国际跟国内的防疫措施，随着疫情的演变，那么基本上会有前面的两类是目前大家都在做的，包括边境管理以及减害计划。而边境管理呢，当然就有分成所谓的境外阻截以及隔离跟所用的前面检疫或者是部分检疫的方法。那么台湾目前采取的是境外阻截以及隔离以及部分的检疫啊，意思用症状检疫的方式，用回溯的方法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高危险的方法、高危险型的方法以及症状检疫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减害计划呢，刚才来讲就是说配套我们所谓的隔离跟检疫，我们可以做所谓的停班停课、减少大型集会以及个人防护以及环境防护等我们所谓的防疫文明所做的事情。目前这个是目前大家所采取的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向。当然随着疫情的高涨，那么很多的国家其实也在思索如何能够在社区对于不明的感染源设置所谓的社区防疫监测站。那么在很多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包括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韩国他们其实都有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那么这些东西呢，都告诉大家对于第二波的流行，对于这个传染波流行到社区流行中间的一些有效的措施。当然如果今天我们爆发的社区流行，在国际间的做法，大家就会采取所谓的小型社区封锁以及到这个全面封城的不同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呢基本上来讲都是为了要赶快让第二波跟第三波的流行能够产生阻截，能够产生结束。而这些东西呢通常都不是在短期之内就可以马上就是说看到像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文革封城的方式所产生的效益。那么封城如果封的，前面我们也讲过，如果封的非常迅速，所产生的代价就会牺牲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命上面的一个损失。好，那接下来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跟大家报告的这些我们所整理的这样的公共卫生以及我们目前整个疫情上面的发展跟防疫呢，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两个目前我们看到是可以让疫情控制的一个模式。那么其中一个模式就是韩国。那么韩国在在我们的这个一个半月以前呢，我们就跟大家报告过，我们也借由这个机会再次的跟大家呼吁，就是说对于传染波的流行，如何去认定一个社区的大流行以及零星个案的流行，在这个韩国的例子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在前面的这个左边呢，就是零星病例的发生以及调查。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第一波流行，就是我们讲的因为武汉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外来的这个境外一路个案，而造成它所谓的第一波流行。所以如果我们在第一波流行的这个时候采取了刚才我们讲的所谓的隔离检疫以及我们所谓的这个减害计划，那么这个以及境外阻截，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波的流行。那我们很遗憾的就是看到韩国因为在
境外阻截的时间丧失了这个时间，以及做减害计划呢，当时并没有做的非常的积极，所以呢产生我们的第二波的这样的一个流行。那么这个东西呢，也让韩国呢在后来的所谓的这个减害计划里面呢，付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上面的代价。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来看，那么把左边的这个地方仍然是第一波流行，那么它的第二波流行的最大原因，我们从韩国的经验也学习到，就是我们的群聚感染，特殊团体的群聚感染，而这个群聚感染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的第二波感染，就是引发韩国非常重要的所谓的社区爆发大流行的下一波。那么韩国在这个地方呢，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做了很多的这个减害计划，包括禁止大型集会，包括封锁，包括这个大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的这样的一个集会它的这个减少。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必然是在几周之后才可以产生的那么从韩国的经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韩国呢，当它今天发生第三波的大流行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韩国采用的是全面大量筛检，所以它的个案突然增加很多，而这个个案突然增加很多的情况之下呢，让韩国在当时呢，对于提前部署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觉得呢资源不足，但是韩国呢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就做好了这些病人分流以及他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医疗资源的的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么包括政府所提供的这样信心上面的疫情预算，以及韩国呢在不同时间里面也引入所谓的减灾计划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终于在两到三周之后，它的疫情从最高峰的地方呢慢慢的降下来。那么你可以看到它的规模，注意它的规模是从所谓的这个大概1000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高峰的每天的1000个高峰，降到大约每一波流行只剩下大概100人的小波流行。那这个地方我也跟大家共享，就是说像韩国这个例子，它从这个零星感染到第一波感染没挡住之后，到第二波感染到第三波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爆发感染，利用这样的筛检提前找到了这些个案，让这个病人能够分流之后，又采取减灾减害的措施，那么有效的就让这个流行波呢很快从这个大波流行减缓为小波流行。那么也因为这样，他可以买到很多时间，透过减灾计划，那么甚至于等待抗病毒药物开发以及疫苗开发，这些小波后面的小波流行群聚感染虽然不可避免的发生，但是呢渐渐他这些小波的感染呢会借由这样的减害计划或者是减灾计划慢慢的消失，那么它渐渐的在所谓的这个四月五月之后呢我认为它慢慢就会恢复所谓的这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常态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从韩国身上学习。好，公共卫生基于专业我们就会对它所有的可能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前后，那韩国最明显的是在2月26号以前它的这个的大流行所产生的非常高的传播力的这样的一个大流行，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再生数经过一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大概只有 30% 的效益大概只有 30% 的效益，那么虽然我们的这个疫情控制，但是效益仍然有限。那公共卫生呢，在我们的专业里面，为什么我们需要做疫警？为什么我们需要做疫估？因为我们做疫警跟疫估，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个红色的没有介入的所谓的流行曲线，跟我们已经介入了蓝色的曲线，从这个没有介入的流行曲线以及蓝色的曲线我们可以比较它的效益，而得到我们可以对所有全世界包括联合国让他们知道在不同国家的国际防疫措施，如果有不同国家的公共卫生专业大家联手合作，自然对于每个国家可以一些效益的评估。
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在两周之后，那更明显，它的整个效应呢就会提升到63%，也就是说，它会从这个所谓的这个传染再生数大于1的情况之下呢，经过控制之后呢，会让有效再生数呢降到1以下。那么这样的东西呢，可以让效应呢达到63%。那这就是今天你可以看到整个韩国呢，在利用这个大量的快筛筛检计划，然后早期找到个案之后，然后呢能够再加上它的减灾计划的先导，那么以及政府上面的介入的支持，那么让这个疫情呢从一个高峰的将近1000个人的每天1000个人的流行的这样的高峰，降到剩下小波的流行感染，低于这个100人甚至于50个人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小波流行感染。那么这个模式呢，可以提供给全世界大流行的这个国家里面作为参考，也提供了它的所谓的整个疾病它的这个控制的过程。而这样的例子里面，如同我前面讲的，因为韩国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所以让他们在疾病上面的早期发现以及疫情控制之后呢，他们的致死率呢在全世界目前是属于致死率非常低的国家。那这个就是我关于韩国的这样的例子。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举一个有关于这个是城市的例子。那各位都知道，前面我们也讲过，日本对于疫情的防治，因为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措施。那么我今天特别举北海道的措施，因为北海道同样都是在族群的这样的一个忌讳里面，在原来零星个案出现之后的族群忌讳里面产生第一波的流行。那这个第一波的流行呢，在北海道当时，因为北海道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的主宰的这个决策者也采用了检测的方法，让第一波以及第二波的族群的这样的流行呢很快的可以找到早期发现，然后呢来这个分流病人。那么你可以看到之后呢，在他配合减灾计划之后，你可以看到他的流行波一样受到控制。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小城市呢，在北海道以500万规模的这样的小城市，那么跟新加坡来做，等一下来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到对于这个北海道在整体的这个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早期监测的这样的方式呢，去买到的时间去做减灾计划，然后呢让疫情控制的另外一个城市的例子。那么这是我们对它的这个评估，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城市在早期它的这个非常高的传播力那经过的这样的一个早期发现之后，减灾之后，它的效益呢一周之后几乎达到 75%。 那这个就是对于小族群在我们的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这样的族群控制，它的效益呢会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动量呢以及病毒量的传的整个病毒量呢在整体而言是比较容易控制的。那么你可以更清楚看到它的两周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效益呢几乎可以达到 94% 的控制。然后呢之后我相信对于北海道来讲，你可以看到它的 case 呢就变得非常零星那么很多的 case 呢就已经从降到我们所谓的20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小的 case。 那这对于一个所谓的一个社区型的大流行的个案呢，以城市以一个城市一个地方为主的这样的东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所谓的效益。好，这个是我跟大家提供的两个例子，来跟大家报告对于国际目前的疫情来讲，虽然疫情会是一个大家看到的大流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因为他们不同努力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让我们来做参考，也让全球国际来可以了解这个疫情其实还是有控制的希望那再来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所谓的邮轮的经验。那么邮轮的经验呢，我们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谈它的这个的经验带给我们未来我们在不同国际间对于邮轮上面的想法。那同样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一月，大概在一月二十几号的时候的第一个个案出现之后，经过潜伏期十四天之后，邮轮开始受到感染，那么总共经历的这个到二月十九号潜伏撤侨，那经过我们的流行曲线的预估，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流行曲线呢的预估，就是我们如果没有介入的曲线，哦，大概就是我蓝色的这一条。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钻石公主号呢，在当时的隔离检疫做的并没有是全面性的，而是所谓的部分检疫部分隔离，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好，或者是全世界大家都在学习这一支病毒，所以呢没有很大的把握，也没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部署来做部分来做这样的全面隔离跟检疫。所以呢我们给他评估在2月5号到2月14号中间，因为日本政府也强力的实施了一些检疫隔离，虽然不是全面，但是呢它的效益可以看到是 34%。而这个效益我们也给他评估过，如果今天时间倒流，我们可以做全面的隔离跟检疫，那我们呢至少可以减少它 54%、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个案，只是呢这个时间已经过了。那我们也可以从邮轮的身上得到一个4000到5000个人这样的一个感染，到底最后会剩下多少人被感染没有被感染，然后呢到底流行曲线什么时候结束。各位，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整个流行曲线，从第一个个案的香港的个案的老翁进来之后，一直到流行曲线的这样的一个可感染数值大概下降到 83% 为止，大概所需要的时间全程大概需要47天。这是人类呢对于这些这支病毒在整个以4000人为 cohort 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里面看得到，它大概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可以结束这个流行。而这样的东西呢让大家了解到，对于如果我们需要在同样的经验里面去学习邮轮如何能够让这些感染个案减少，以及这个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暴露机会减低，在我们的黄色的线就是我们的暴露，在蓝色的线是我们的感染，那么绿色的线就我们可感染数组，这个红色的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康复以及死亡的人数。那么这样东西呢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在邮轮的地方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在2月26号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讲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可以开始考虑今天整个邮轮流行结束的一个时间。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慢慢也学习到这支病毒在以自然的感染情况之下呢，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病程，也给各位大家呢能够做一个参考。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我们看到全世界国家里面以国为单位，以城市为单位，以邮轮为单位，我们看到以公共卫生为专业对于它的效益的评估，以及在隔离检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加上我们的减灾以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个人防护措施、防疫文明的措施来做配套措施，让流行可以虽然流行波减缓了，可是我们可以让这个流行波不要发生的一些的经验。那接下来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目前还没有办法达到防疫效果的一些国家，跟大家很快的就共享，也希望这些国家能够赶快从这些经验中间呢得到能够马上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时效时间里面呢争取防疫的这样的一个成效。那第一个我们看到华盛顿，我们最主要秀出这些的流行也给大家共享，也回顾过去这些他们不同感染的模式。那么华盛顿呢基本上来讲，你看他从第一个个案到这个人口密集个案的所谓的长照机构里面的时间其实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华盛顿的一个很特殊的以人口密集机构为主的一种感染模式。那么各位一样，在第一波感染没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产生第二波的感染。那么虽然在中间呢美国政府呢开始实施了一些减害计划以及境外阻截，但是这些效果呢对于它的疫情控制呢
都需要前面我跟大家讲的，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让疫情控制。纽约呢，刚才讲的，就是如同院长讲，纽约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metropolitan， 也就是大都会型的一种传染。从我们看到的特殊团体的情境之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大感染，如同指数的成长这样的上去，那一样在减灾跟减害计划上面呢，它需要时间，它需要相当的这个时程来做这个防疫的提前部署，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医疗的这些部署，以及医疗资源的供应，以及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分流，病人的分流等等这些，那么这些都是现在目前他们正在度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那加州呢是一个以境外移入个案为主的，从中国大陆所产生的第一波流行，那么产生的下一波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流行，那这些东西的模式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它从境外感染一直到都市型的，一直到人口密集机构的感染，对于我们的学习，那我们希望美国呢很快的能够在这些经验中间呢能够学习，能够很快的能够回应，利用他们的强大的科技在所谓的这个快筛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好的病人分流，然后呢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医疗不够的情况之下，赶快可以呢恢复到正常线，让这个疫情受到控制。对欧洲来讲，欧洲大概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是目前我们看得到的，他们的致死率都非常高。这四个国家为什么？因为这个四个国家在早期都属于佛系的打法，也就是说他们在减灾减害的计划以及在隔离封城所做的程度，基本上在前面我跟大家讲过的是不足的哦。那么所以会导致今天可以看到意大利跟西班牙它的起线呢，基本上尤其是意大利它的起线是跟其他的欧盟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么也表示说他们虽然有做了快筛，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筛检情况之下，在防疫这个在医疗防疫部署的情况不足的情况之下，会产生大量的死亡。那么西班牙以及法国还有英国都有同样的例子。那法国跟英国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东西呢，在第一波流行跟的之后的第二波、第三波的之后的流行呢，造成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确诊个案。那么这中间呢，有很多人呢，因为这样子而死掉啊。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我认为，我们希望他们这些国家呢，能够赶快呢，在纷纷采取减害计划之后呢，在得到佛系的这样的一个不当的经验之后呢，采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减灾计划之后呢，能够慢慢能够恢复，然后呢能够得到疫情的控制。那么德国是我特别要提到的，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事实上也都是一样的哦，从境外一路的少数个案一直到第一波流行感染，但是呢当时我认为他们在部署的情况之下呢，受到意大利的影响哦，德国他没有预期到这个时间会来得这么短哦，那所以呢部署的时间的攻坚过程产生了大波流行。但是德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曲线呢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在成长，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代表它的快筛、它的医疗能力的 capacity 的供应是有计划的，在分批分天在做分流，在做这个分配。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在致死率会是全世界算是非常低的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哦。那这个是我想是有关于德国。至于我们的亚洲，好，我们可以看到亚洲，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虽然在早期个案不多，是属于境外一路感染以及情境感染的小情境感染，可是新加坡在最近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有第二波开始的所谓的第三波的小型族群感的这个聚集的影响，这是值得大家非常注意。对于新加坡的模式，我们可能还有再多的时间来参考。这就是刚才你可以看到跟北海道不一样的模式，对于新加坡来讲，那么新加坡采取的就不是所谓的快筛的模式，它所采取的都是所谓的这个对于重症减害的一个重要的模式。而对于社区感染的阻截是到最近
以及这两一个两三个礼拜以来他所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新加坡的疫情才会受到控制。那至于马来西亚跟泰国，是目前我们看到它在整个风暴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是目前新兴国家，你可以看到从第一波感染到第二波感染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这个是整个国际间呢今天呢比较详细的啊跟大家分析共享啊，对于这些国家啊他们在国际疫情上面目前所做到的防疫措施，那么以及它的成效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就对于台湾的分析，那台湾过去以来我们也了解，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如果把台湾的个案分成所谓的境外移入个案以及本土个案，那我们要非常小心的解读有关于我们的境外移入个案以及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本土个案。那么台湾呢有明显的两个境外主结是决定台湾非常成功的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中港澳的境外主结以及3月19号的前面这个非台籍旅客的前面主结。那我们可以预测这两波会让境外移入的个案感染个案慢慢减少，这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波的主结可以看到境外移入个案相对而言当然减少，当然这也跟台湾目前在所用的所谓的这个检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谓的症状检测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境外移入个案虽然有境外主结，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境外移入个案产生，以及我们所谓境外移入所产生的本土个案的零星产生。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境外移入个案跟我们本土个案的持续性，因为通常一个境外移入个案如果今天没有好好做居家隔离以及自主健康管理，通常它都是在一周到两周之后会对本土个案产生影响。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的，因为我们在检验的能量上面目前而言呢，以及我们的整体的检验过程中间呢，我们有些时候看到通报个案在自回我们的确诊个案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时间间隔，所以当我们看到4月4号的本土个案的时候，可能这些本土个案还没有完全被通报，所以呢这些个案会不会受境外移入个案的影响，那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以公共卫生专业来讲我们必须提出我们的所谓的这个预警系统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台湾虽然我们实施了前面所谓的境外的阻截对于非台籍旅客，可是呢因为欧美国家的风险很高所造成的境外移入个案的突然的增加，那么这个增加呢是否会导致我们今天台湾的所谓的这个的这样的一个本土个案的产生，那么这个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政府当然已经做了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境外感染个案它的居家隔离，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东西对于我们的这个情境感染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的本土个案感染也好，应该会有相当的阻截效果。可是呢这个答案呢基本上来讲也必须要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居家隔离是否落实，以及有没有无症状的感染逃过的感染等等这些而造成我们的本土个案的发生。那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根据我们的模式来推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境外移入个案确实在3月19号之后，境外移入个案我们可以预期它的曲线呢慢慢趋于平缓，也就是说境外移入的感染个案一定会慢慢减少，因为政府实施了所谓的境外阻截，那么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那我们的本土个案如果根据我们的预测，因为这个本土个案跟境外移入个案如果以我们模式来预测，来以两周的间隔来预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以这样的一个模式的预测来看的时候呢，它应该要有大概将近
10个到13个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本土个案的产生。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即使今天它的境外移入个案不会引起社区的大流行，可是呢，它仍然会有一些本土的零星个案产生，依据这样的 model 来估计。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就对所有台湾从一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4月4号所产生的通报，把它转成所谓的这个症状，发病期的时间来看，我们可以很快的去知道，我们蓝色的点是我们的所谓的本土通报个案，那么这个橘色的这个线啊，就是根据境外移入个案跟本土通报个案在2周时间的间隔情况之下呢，去预测它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的这样的预测。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黄色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呢，黄色的这样的一个曲线的外围，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流行病学讲的95信赖期间。那么超过这个95信赖期间的点呢，通常就是表示已经有一些情绪感染。那台湾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本土个案都没有办法在过去造成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的社区爆发大流行。那我们唯有两个点，基本上在我们的预估中间呢，是超过的95信赖期间，但是呢，它呢并没有造成社区爆发大流行。这两个点分别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某研究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感染流行，以及我们所谓的这个另外一波的所谓的这个院内的这样的一个感染。以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接近边缘的一个加急聚餐的情绪感染。而这些感染为什么今天不会造成爆发社区感染，再一次证明台湾的防疫文明、台湾的减灾计划、社交距离的先导，以及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所谓大型机会的减少，以及我们所谓的特别重要的个人口罩以及防护措施，都让这个情绪感染没有导致成社区感染的一个可能。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曲线，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境外移入个案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产生，我们只要我们的本土个案可以在每周可以在20个人以下，那么以根据这样的模式，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台湾在引起社区感染的机会呢，基本上是不高的，基本上是报告。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换算，只要我们的本土个案不要超过我们的境外移入个案 12% 以上，我们可以预期它不太可能会产生第二波的流行，它只会让这些境外移入个案，即使有些感染的个案经过可能居家隔离上面的不落实而产生的小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本土个案的感染，但它并不会造成社区爆发流行，只要它的百分比是在 12% 以下。这是目前我们对于这个第二波流行的预警的一个值的一个在学术上面的一个专业他们的共享。那么这样的东西呢，我们也不禁要提到一样，就是说虽然我们目前的数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安全警戒值之内，我们呢是在本土个案在20个人以下之内的安全警戒值，可是呢它会不会引起情绪感染，那么清明节的这一波的情绪会不会引起感染是一个关键点。这个东西呢，我们必须看未来这2周的发展。那我希望我们的情绪感染，即使我们有小情绪感染，我觉得根据前面我跟大家的报告，即使有这样的小情绪的感染，我们希望台湾的减害计划、社交距离，特别是社交距离的先导，特别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人群距离的拉开等等，以及大型机会以及这个大众运输系统的这些监测等等的减灾计划，一定会阻断社区的第一波流行，而不会让它产生跟国外一样的社区第二波大流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认为在台湾目前我们希望的。那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我们就会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谢谢各位的媒体朋友给台大工位这么高的机会，
这么好的机会。那么他们常常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全世界大流行，大部分国家民众感染产生抗体的，台湾民众虽然这一波是一个安全环境，可是没有产生感染，台湾的民众如何因应？那也趁这个机会，借由公卫生的专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利用境外阻截、隔离检疫以及减灾计划，防止社区爆发大流行。如同前面我一再跟大家讲的，是为了争取时效，最重要等待病毒药物的开发、疫苗的开发。我们希望在年底，在明年的这个的年初，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人类科技文明，然后呢，让台湾的民众呢，在世界流行告一个段落之后，或者是世界流行结束第一波的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抗体，让我们产生我们的抗体，我们用科技文明产生抗体，我们不要用佛系的自然免疫产生抗体，而牺牲了一部分的人，而产生了所谓健康不平等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东西呢，才是我们社会整个西方整个民主政治所追求的完整的健康体系。那么以上是我跟大家比较长一点的详细的报告也期望我们的清明节的这一波的情绪感染不会对台湾产生社区流行啊。最后希望大家健康平安，谢谢大家。好，接着陈秀熙老师这个很详细的分析之后呢，我来做一个这一座的总结哈。那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我们要看全球的疫情呢，目前最好的架构是美国用流感的风险来评估。那这里面横坐标叫做严重度，纵坐标叫做传染强弱哈。那最严重的就是1918年的这个流感的大流行啊，那这个它的严重度最大，这个传染力也最强，影响是全世界最多哈，那是我们最想要避免的。那比尔盖茨说，这一次的疫情就是类似那一次一样，是100年来才会碰到的大流行啊。这个原因呢，是从现在的严重度跟传染力呢，它已经超越了1957年的这个流感流行的那个样态，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从全球的眼光上来看怎么办？这个问题是感觉是越来越严重，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国不管它流行的目前的流行的程度是严重的或是中等的，甚至呢因为没有很多检测，所以不知道状况的很多国家都做了非常这个强烈的手段来限制这个人民的活动，因为这是一只人传人的病毒，那只要人跟人的接触越来越少，病毒再怎么会传染，它就会被这个减速，然后它再怎么这个有害呢，因为它感染的人一下子不会太多人的时候，我们的医疗体系还是可以这个因应的，所以它是已经是我们在1960年代或是说最近的这几年，我们所人类知道的这个病毒传染的这个流感里面，它是超越它的严重度跟这个传染力，所以这个是目前看到的全球的状况，所以它会不会是百年一见的呢？我们还在观察。那有一个地方要来做这个推估的，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世界跟100年前的世界不一样，那虽然我们达不到100年前那么多的传染跟这个严重，但是它的祸害其实已经非常的大，因为它的经济啦、社会的这个代价呢，都比过去大很大。过去没有那么多密切的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跟货物跟经济上面的互动，那现在这么密切，所以以目前对全球的这个旅游跟这个贸易的这个伤害呢，其实是已经非常大，所以从它的
已经看到的后果来讲，它已经不下于这个100年前的这个结果。所以我再回来跟大家复习刚刚这个陈秀熙教授所提的，就是说大流行期间公共卫生非药物的介入对疫情发展的影响啊，因为新型传染病到目前就是疫苗还没有出来，药物还在测试，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非药物的这个公共卫生的防疫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做得好，我们就可以从绿色这个把它推演到蓝色，也就是说开始疫情往上走的时间会延缓，所以从第一个个案到我们疫情往上走的斜线的终点的话呢，是多久？哦，刚刚已经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如果全世界的流行像这个钻石公主号都没办法去控制它的时候，它在一个船里面互相传来传去，那它会感染非常多的人，然后在那个密切感染里面几乎要两个月才可能让它自然的消失。那我们在地土地上的，不管是武汉，不管是意大利，然后韩国跟现在的美国，我们人都做了很多的事情来防止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推演的时间会越长。可是推演的时间越长，虽然高峰变小了，大家不要忘了它的这个延长的时间就会更长，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些动作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就可能更长，因为我们想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哦，所以这个是有这个有得有失啦齁，就是说很多人要问我们说啊，这个疫情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全世界的这个政府也都被他的人民问说啊，你这样子的 lockdown 到底要多久齁，都是因为这一个蓝色的曲线到底会延长多久，延长到我们认为放心的情况之下才能这个解除我们现在的某些禁令。那这个就是这个非药物介入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的齁，那目前我们台湾就是把我们没有出现绿色的这个急速的增加，那我们通通是控制在非常稳定的状况之下，以现有的检测能力所知道的疫情齁。那所以我上个礼拜就提出来说，现在境外围堵跟这个减灾的合并使用比较强烈的叫做 suppression 齁，就镇压式的新冠肺炎的公共卫生会的防疫措施呢，第一个我们要用全国的动员的方式来进行防疫。这一次的清明假期造成风景区的爆满呢，就是我们没有再提前部署用全国动员，你让各县市自己去管，你用卫福部的力量去管，这个都不够了，因为这个牵涉到交通，牵涉到观光，牵涉到地方政府，所以我们越来越多的防疫必须要先有这样子的协调才会做得比较好。第二个呢，我还是要呼吁说要保护医院跟长照机构和跟他的医护人员，这整个机构要保护他的医护人员，所以能够使用通讯远距医疗的要赶快做，政府还有时间做的时候要核准这样的这个可能性，来让需要继续看病的人能够看到病。现在很多医疗院所的这个看病的次数呢都已经大幅的减低，那我们不晓得那些是不需要看的呢，还是他还是有需要看，可是现在害怕去医院，害怕去诊所，那造成的这些事情要赶快去解决，基础的医疗的需求要有，那要这样做就是要来保护我们的基层医疗跟我们的各地方的医院呢，不要受到这个潜在的感染者的影响，然后影响到他能够开业啦，医院要不要去做这个因为这个被感染以后的这个减灾的事情，我们尽量避免这些事情啊。然后呢，我们呢一些慢性处方签是更需要说更有系统的去做哈，延长啊等等的这些事情，我还是要呼吁，没有全面去做，应该更全面去做。第三个呢，就是要主动监测医护跟照护人员，就像陈秀熙教授刚刚提到的，这个疫情发展到今天，我们全世界的人有三种人，一个呢是现在被感染的人，一个现在还没有被感染的人，
另外一种呢，就是已经被感染过的人。那我们要来了解这个疫情每一个走向里面，我们自己的社会里面这样的人群的比例多少，我们只有主动检测。我们现在这种被动检测的方式是无法了解我们的这个人群。那人群里面最重要就是说，保护我们人民在这一次疫情里面需要医疗的时候能够守住的医护人员跟长照的人员，优先要去检测，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如果他已经感染过的有抗体的人，那我们也许比较放心。那如果我们知道说这样的抗体的产生是有一段时间的保护力的，那我们就可以对于这样的服务呢可以提供的更好，就他们可以出去提供医疗跟照护的能力。如果他现在没有被感染，那我们要加强保护他，希望他在照护的过程不会被感染，也不会因为他感染给别人，这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呢？在我们使用这些非药物性的介入里面，社交距离变成最重要。可是社交距离这个政策之下，还是有一些基础的工业跟卫生的人员呢，是要让这个社会大家的食衣住行能够在一个程度里面能够运作，当然不能像以前那么方便。那这些人呢，像司机啦、送货员啦、超商的这个服务人员等等，这个跟不特定对象会有接触的人，我们也要维持住他们哦。那这个更另外呢，就是我们第一线的紧急救的一些这个搬运工人啊等等这些，还有这些照护员，这些都要做，我们有系统的去做。保护他们的做法，那做法之一就是要检测了，告诉他是现在在什么状态之内。接下来呢，就是在本土的不明个案发生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那我们要对他所有的接触者以及他所在的社区里面做一些抽样式的检测，来了解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这一支病毒在没有症状前，他就可能开始在传染人，所以疫调可以做到相当程度，那要来保证疫调没有漏接的部分呢，我们要做一些检测。所以这个是主动检测，这个也就是我们不断提这个扩大检测的这个说法。那未来对于入境的国人跟所有其他人，很多国家都开始做检测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国家也要开始部署。在现在入住境人数不多的时候，真的可以来考虑。我们看到有几个我们入境之用症状来漏接的一些可能的个案呢，就显示了这个补充这一些检测的必要性。好，接下来我们在这未来这两个礼拜，因为这一次这个清明节的这个不可预期的这些人潮之间的聚集呢，我们还是要呼吁说，我们社会要极大化我们现在可能的社交距离，就是没有要做任何大型的封城封国的这种动作，我们可以做我们现在做得到的极大化社交距离。那政府的室外2公尺、室外1公尺、室内2公尺的等等的这些措施呢，要真的去落实。那特别是我觉得那个非常拥挤的这个连锁的咖啡厅呢，他们要有责任要把这个做起来。那我看到比较有规模的这个餐厅呢，都其实都已经开始做不错的这个餐桌啦、座位的这个调整。那我觉得在中型的这种咖啡厅呢，是我们政府要特别强调，特别是台北都会区里面这样的蛮多的，应该要很落实去做。好，那我们开始要来检讨我们这个户外户内的聚会的总人数，目前的人数恐怕有点太松，我们应该要把它调整。那开始准备，假设真的在那个本土这个传染呢偏离了我们陈秀琪教授刚刚所预估的，我们应该是可以控制。如果有跳升的那个时候呢，我
我看比较强烈的手段，譬如说调整上班上课的这个时间啊，通勤的时间啊，等等，这些活动的规划要有，每一条捷运线，每一条公车路线，那所可能经过的这个机关、学校、公司呢，要做一个程度的这个搭配，那很多国家都有一些做法，我们可以想办法来在同一个时间内减少这些人数，那就减少这个传染的机会，就拉大了社交距离，那这个提前规划，以一个个别县市的情况，如果真的需要停班停课要怎么做，这个政府要提前部署，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动作就是不要走到那一条路，这是我们台湾防疫到现在非常值得所有国人骄傲的地方。还是这个大家讲一下，这个病毒我们学习越来越多，当然我们也还有很多不知道它的，包括疫苗还没有出来，然后哪一种特效药是有用的都还不是这么清楚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第一个，避免群聚；第二个，保持安全距离；第三个，勤洗手；第四个，戴口罩。我想这些公共卫生感觉很简单的事情，假设我们所有的国民国人都做到100%，我们自然会延长了一个本来可能造成传染的这个速度，我们呢也会让更少数的人去受到感染或是被感染。所以做这些事情一点都不牺牲，做这些事情是救自己保护别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所以我们彼此不要觉得说我们因为想要保护别人保护自己，所以我们跟同学朋友说现在减少我们聚会，这是骄傲的，不是丢脸的事情，这是对的不是错的，这是要大声讲出来而不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保持安全距离，我们希望整个疫情过去以后我们可以恢复到一个程度的人际的关系，可是现在真的要保持距离，对自己的亲朋好友长辈要告诉他们，现在这样的方法就是最好的亲情，最好的友情，而不是三五成群然后没有保护之下说我们要一起去做一些你认为在没有疫情之前可以做的事情。勤洗手，如果还不够努力在洗手，进入一个场所，开一个场所，上的交通工具下的交通工具的前后通通要好好的洗手，戴口罩，有可能有拥挤的地方达不到这个社交距离的这个时候，就请你把口罩戴起来，在室内没有很好通风的时候就把口罩戴起来，不管你是在上学、在上班、在社交，在能够戴的时候就尽量戴。夏天来了，未来越来越热，戴口罩很不舒服，对有化妆的我们的女性同胞那是更不舒服，但是安全过于美貌，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做对的事情。所以避免群聚，保持安全距离，勤洗手，戴口罩，这不是老生常谈，是目前全世界认为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说明会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Thank you.